下午好，是的，今天是星期三，欢迎大家来到一熊的直播间，让一熊陪你们聊新闻、谈新闻以及说新闻。是的，今天来到了星期三，哎，也是初一了哈，又是一个初一了。不过这个离开新年的初一呢，虽然我们看还有一段时间哈，不过一个月过后呢，很快就来到明年的新年了哈。那么今天是来到了5月8号，也就是初一。又是新的一个月的初一哈，所以呢，大家赶快的哈，想做的事，哎，想完成的愿望，想赚的第一桶金，马上了哈。是的，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依兰下午好，阿林、彼得下午好，鸡边尿我的好朋友佩利丹、毛斌，是的，嗨 brother， 来进来的朋友帮我点赞，帮我分享。是的，下午好，廖依兰下午好 ，like and share 哈。最近这个线路啊，网站我觉得有点不给力哈、哦，应该不懂是脸书的问题呢，还是这个网络的问题哈、哦，常常看不到人，看不到你们上来，也看不到人数哈、哦。是的，修令下午好，是的，彼得夫下午好，君恩令下午好，桂华、花哥、阿秋啊、马瑞斋下午好，四周。妖孽修得对，佛教无理，还妖孽哦！你们 ，Dominic Fu， 我的好朋友啊，也是名模来的哈、哦。下午好，一凤老师 ，Jaslyn 志言哥 ，Chai Bing Ho，Michelle So，Hi Good Afternoon， 是的，进来的朋友请帮我点赞，做一个小小的点赞跟分享，很容易的哈、哦。我都说了，进来我的直播间。不需要你买东西，也不需要你下单，也没有介绍你产品哈、哦。不过呢，只希望你们帮我 like 进来我的直播间，帮我 like， 帮我赞一赞，然后呢，帮我分享哈、哦。是的，君吉是吗？大家好，初一吉祥哈、哦。是的 ，Yok Bing Lim， 阿庄下午好 ，Hello， 苏 Lim 哈、哦，还有 Jeline Tan。网络可能是 Type C， 不要这样。等下我也讲 Type C 哈、哦，这个不是 Type C 的问题啦，不要整天我们 Type C 躺着得中枪哈、哦。现在不是 Type C， 可能是 Type F 的问题啊，是 Facebook 吗？还是网络的问题？不懂啦哈、哦，还是 Type M 的问题 ，Malaysia 啊，网络的问题哈、哦。阿金下午好，是的 ，Ben Day 下午好，走一起去马干哈、哦，是的。一定要马干好，国荣下午好 ，Janet， 今天有什么好新闻？记得留守 ，Janet， 很多好新闻，很趣味的哈、哦。燕燕下午好，Julie 下午好 ，Richard，Dana 下雨了哈、哦。阿林下午好，是的，梁明书，还有汪金冠下午好，言外下午好，来进来的朋友帮我点赞，帮我分享哈、哦，人多一点，感觉就热闹一点哈、哦，好。待会呢，我们来聊这个新闻哈、哦。这个新闻呢，已经一两天了，不过目前已经发酵了哈、哦。那么呢，我们用出家人去夜店，当然这个出家人我们用6699，也就是说呢，到底这个韩国和尚，到底他是不是和尚哈、哦？所以我们有讲了，他呢，这个韩国人呢，他是扮和尚去夜店玩电音，就是打碟玩电音哈、哦。然后呢，他整个的打扮呢都是僧侣，也就是和尚的样子哈、哦。所以呢，很多佛教界的人或者佛教徒，甚至很多人，我们都觉得说，哎，马来西亚怎么可以有这样呢？他是在吉隆坡的夜店哦，他是韩国人哈、哦。不过呢，可以不可以呢？到底和尚可不可以这样呢？我相信有95%的人是不能接受了哈、哦。然后呢，还有他到底是不是和尚？又是一个问题哈、哦，他可能只是一个装扮是和尚哦，所以呢，待会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则也是最近很多人谈的来第一则新闻哦，我们来看看现在很多人都谈的，来我们看一看哦。好，什么新闻呢？来，这个新闻你们一定要看，一定要 like 哈、哦。都是炸鸡惹的祸吗？哦，最近炸鸡除了 KFC 炸鸡之外哦，还有一个鸡哈、哦，也是很 popular 哈、哦，很受欢迎的哈、哦。到底是不是炸鸡惹的祸呢？这个新闻是什么呢？炸鸡惹的祸吗？问号 ，Type M 啊，嫌贵 ，Type M 怒怼 ，Type M 的什么什么啊？讲太贵了这个鸡，然后 Type M 不是 Type C 的人讲啊，是 Type M 的人讲说，哎，你没有看完全部，我们的鸡那里贵，讲完还不用紧，最后我们最惨什么呢？Type C 躺枪啊、哦、！Type C 躺枪 ，Type C 什么都没有讲啊，也没有吃过鸡肉，连鸡肉的香味我们还没有买闻到哈、哦。但是呢 ，Type C 就躺着中枪了，中什么枪了？哎，这个 Type M 就讲你不要像 Type C 这样啦啊！当然后面他没有讲很多，意思说你不要像 Type C 他们这样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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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己去讲啊哈、哦。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讲什么，我相信哦，大家听得懂的人知道 Type C、Type M 是什么、哦。Type C 不是我们那个充电的那个电线哦，不是那个 Type C 还是 Apple 还是什么？这个 Type C 呢是种子，一个种族一个人哈、哦。所以呢，我们最近很热闹哦，在网上哦就时常抬起 Type C、Type C。你们知道 Type C 是什么意思吗？Type C 呢，就是指什么什么的族群的人啊、哦，叫 Type C。你进去看一看呢、啊，哈、哦，什么叫 Type C？ 然后呢 ，Type M， 什么叫 Type M？ 还有 Type I， 啊 ，I 是什么啊？很多了哈、哦，很多人了哈、哦。我们待会我们一直讲。燕燕下午好，分享了，谢谢你。Jack， 我不是 Type C 而已，我是 Type Big C， 知道吗 ？Big C 我。知道吗？像那个泰国的那个 Big C 啊，我不只是 Type C， 我是 Type Big C 哈、哦。阿翁 ，Coco 下午好在哪？先一直卡住是咯，一直卡一直卡哈、哦。Hunting 微笑好 ，Gimlin 笑好。哇，我看到有一个我们的有助同胞是吗？阿布，你是应该是物语还是印尼？我不懂哈、哦。欢迎你啊。Sandra 下午好，阿 John 我头发剪得很帅一样啦，其实我不帅，我是走可爱的路线啦、哦、我是 Big C 啊 Type Big C 哈、哦，和尚好另类哈、哦，带我们聊一聊。Kelvin 早上的豆腐好吃吗？咦，周末你知道我早上吃豆腐的，你是谁？你是谁？你看到我吃豆腐吗？哦，我大概猜到你是谁了。Cherry Young 下午好，是的，阿 Jin Type I 呢 ？Type I 我不懂啊哈、哦、，Type C is what？ 阿佳 ，Type C is， 你试试看 C 是什么？你只看，你猜猜看 C 是什么 ？Type 我们不讲了 ，C 是什么 ？C 哈、啊，我们 M 是指什么 ？C 是什么？C 啊都可以啊，C 可以什么啊 ？Japan， Chinese。金啦、啊、还有什么金大都可以哈，你想看 Type C 是什么哦。富江俊孝好，森里美香，是的 Gomigo Big C， 对我是 Big C 哈、哦、Type C 就不懂啦。 Adeline Alice 你就懂歪风哦， Anson 哈、哦、Adeline Alice 我跟你讲哈、哦、你说他歪风啊，人家的人数都比我多，我在这里正正堂堂经经的讲新闻，你看都没有什么人的哈、哦，所以有时候这个社会真的 get 心嘛哈、哦，你看我讲新闻讲到这么卖力还唱歌，我的人数都输过他哈、哦，当然啦，开玩笑啦哈、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啦哈、哦，马来西亚奇妙笑话特别多，是的 Dana， 有花笑话 ，Anson， 是的 Anson 鸡 ，KFC 关门大忌吗？历史悠久不会吧？KFC 没有关门大忌 ，KFC 呢，他们有很多分店哦，差不多全国整100多间的分店。因为
可能也经济的问题啦，然后可能一些种种的问题啦，他们有些分店关，但是不是全部关哈。Teresa Zhang 下午好 ，New York 下午好，是的 ，Chinese 啊 ，Fu Yong Lim 下午好 ，Esther， Yong Gan Su， 阿刁下午好，陈峰 ，Hello， 志玲啊，不是志玲，下午好，我们志玲很会唱歌哈、哦，来进来的帮我点赞，帮我分享哈、哦。好，讲回 Type C 哈、哦，所以呢，这一两天的新闻你要先弄懂 Type C 是什么。不是讲你的电话线哈、啊、充电了 Type C， 其实就是讲我相信啦，是讲华人 C 哈、啊、stand for Chinese、啊、或者 China 哈、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最近看到哈、啊，这个 Dasa Fried Chicken 哈、啊，在吉隆坡只有一间而已、啊、就开店了哈、啊，很多人说呢，哎，这个是不是因为背个 KFC 而开的呢？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想太多了，生意大家做了哈、哦。其实这个 Dasa Fried Chicken 呢，跟 KFC 根本是不同味道的。我们相信你们有吃过炸鸡的呢，其实炸鸡有每个人每个人的配方啊哈、哦。我们也不能讲说是某某某某人要去背个了这个肯德基，然后来让这个 Dasa Fried Chicken 让它更有生意，我们也不能这么讲啦。但是老实讲 Fried Chicken 呢是各做各的，我跟你讲炸鸡啊美味，但是我跟你讲食物也是这样的，各做各的啦，好像卖副界面每个档都不一样的。不过这个 Dasa Fried Chicken 哦，你看一起来哇就这么多话题了，其实我相信也是在帮他们打广告这个 Dasa Chicken。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哦，这个 Dasa Chicken 打名标榜就是诶马来人族群的，为什么要放 Dasa Fried Chicken， 为什么会放 Dasa Chicken Goreng 哦，我都不懂 Ayam Goreng 是吗？所以我觉得哦也是很可爱哦，这个 Dasa Chicken 哦，你既然要标榜就是可能给更多的穆斯林啊哦食物啊，我觉得它应该放 Dasa Rasa 很好吃的 Dasa Rasa Ayam Goreng 啊，这不是好听哦，还有 Rasa Fried Chicken 哦。不过呢我们也不要想太多了哈、哦、这个 Dasa Fried Chicken 呢，因为第一间、哦、全国只有一间嘛了哈、哦、不管它好不好吃，至少它一开店哇就这么多新闻哈、哦、这么多新闻的话呢，等于就是帮它打广告也 OK 啦。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 Type C 也好 Type M 也好，不要想这么多，虽然我们 Type C 中枪、哦、没有关系啦，让 Type M 去骂他们贵， Type M 自己去怼他们啦、哦、我们最多中枪没有关系啦，反正我们 Type C 这么硬、哦、我们的背这么硬，中枪下中子弹没有关系啦、哦、所以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你不要去太在意它，你就活得开心一点。要是你什么什么东西都过不去，都觉得人家在讲我们，那你就很难过啊，所以就很难过哈、哦。所以呢，不需要去在意，就当做看新闻算了哈、哦。Alvin, good evening。是的，现在英国伦敦是几点啊？应该是半夜还是早上了哈、哦？应该是凌晨了哈、哦，还是下午？我不懂。哦 ，Alvin 好 ，Yes， 谢谢你分享了。比言笑好，背个也是一种高尚和礼貌，自己是，毕竟快餐确实不便宜，是的 ，Peter， 其实啊，这个是 Type M 的人讲贵，不是 Type C 的人讲贵哈、哦，我们都还没有吃到，那你知道贵不贵？不过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有权利讲贵不贵的，对不对？我们用钱去买，你不能说人家讲你东西便宜也好，贵也好，讲你便宜你就开心，讲你贵你就生气，哦。贵也不一定错的，诶，人家讲你东西贵也不一定是顾客错的、哦、也不一定是你错的，可能你的鸡不一样吗？你的鸡比较好料的嘞，比较贵 OK fair。 所以这个贵跟不贵啊，是消费人消费者顾客跟老板或者小贩的一种啊一种拉锯，你知道吗？假如我买的材料都是好的，我卖你贵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都不能比较，不只是爱情，连鸡肉炸鸡你也不能比较哈。我们说爱情不能做比较，连炸鸡你也不能做比较，不一样的吗？对不对？你看我们讲这个炸鸡贵，昨天我介绍你们路边摊的那个 Belisa 一个 L shape 的鸡腿才卖5块钱，
那你能把这个店的鸡腿跟那个比吗？不行，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贵跟不贵啊，是看买的人跟卖的人的那个看法啊。我们其他人，你没有去买，我也没有吃过，所以我们不能讲什么了哈。是的，我相信不久就会关。哪一个关啊？你不要给人家骂你啊，等下哦。Christine， 下午好。哎，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姐好，我看到了哈。Kim Lan， 下午好。是的，管他是 C 啊，还是 B 什么？你喜欢吃肯德基，你不是支持肯德基咯，对不对？这个是一个自由买卖的市场。有些人讲什么什么某某品牌很难吃，可是偏偏又很多人喜欢吃啊。是的。所以我觉得 OK 的，因为你是个消费者，你有权利的哈、哦。只是我们不要乱乱去骂人家啦。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的吗？我不能讲的吗？我买你东西这么贵啊，那你卖的这么难吃，我不可以讲的吗？哦，那你这么八百不能让人家讲的话，你就收档好了啦。哦，我跟你讲是一样的啦。哦，不要去在意，支持 KFC 母亲节有大优惠哇，9块鸡到36块啊。95、94、36，4块钱卖了哇、哦！你看我同事赶快比4块钱呢，哎，不错哦，谢谢你阿林，哎，你很厉害的嘞，哎，好扛好扛头哦。现在开始了吗？这个母亲节的大优惠？哦，这个星期五啊、哦，我同事讲拜五，你看他有注意啊，他哦，这个星期五我们就是肯德基了哈、哦。啊，温笑好，秀芬，谢谢你啊 ，Dana， 是的。这个 Michelle 哈、哦，下午好 ，Sherry， 还有阿勇，下午好，秀文哦，燕玲，是的 ，Jenny， 傍晚好 ，Detra， 很热，等下就下雨了，我告诉你，是丽琴，贵不贵，吃不吃，消费者自己决定。对啦，我跟你讲哈、哦，有些人觉得卖太便宜，他不想吃，为什么呢？他怀疑，他觉得，哎，那你讲那板泥真的吗？不知道是什么化学成分的哈、哦，所以这个丽琴，你讲的对。贵不贵，便宜不便宜，消费者自己决定。你喜欢你去吃，不喜欢不要去吃啊！真的不喜欢不要去吃。啊 ，Jimmy， 下午好，真风，众口难调是每个人每个人的要求。你看哦，好像我喜欢吃五花肉，胖子喜欢吃五花肉，可是有些人不吃的，他觉得很油嘞。所以我们不能讲好吃跟不好吃，看你个人的选择啊。Angie， 下午好。保鲜下午好哈，保鲜下午好，凤招下午好，是的，大家都好哈，燕莲下午好 ，Sandra， 今妈干 KFC， 哎，我跟你讲，老实讲，炸鸡连锁店里面呢、啊，我还是喜欢 KFC 嘞 ，original 的，不过那天我去广大吃到哦，有一点跑味咯，但是没有关系，我还是会去吃的，我会吃几次。哎，看看他是不是有状况，因为有时候有起有落啦哈。Kim Lan 下午好，是的。啊 ，Ben Day 哈，下午好。我国 Taxi 中枪关了哈，没有什么大不了，是啊哟。我们 Taxi 也中了，我们这个假 Taxi 也中了哈。一瓜庄下午好。Sushi 下午好哈，认同哈。心力下午好，所以呢，我告诉你。不管是 Tap C, Tap I, Tap M， 不管是炸鸡、烤鸡、白斩鸡，你喜欢吃你就去吃，太贵我们觉得它不合理，不要去吃，对不对？也不喜欢去吵架，对不对？有时候你想看啊，只是吃鸡肉你就吵架，那你的人生还要过吗？对不对？真的是炸鸡惹的祸了哦。所以呢，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啦，买卖的自由的市场。你喜欢你就去吃，你不喜欢一个机会都不要给他，不要去买，对不对？好、哦，是的。阿叔欢迎回马来西亚，你是那里？你回来马来西亚，你在那里呢？汤姆下午好，心力啊 ，Abby 微笑好 ，Ben Lan Heng 下午好 ，KFC 的肌肉越来越小是。宝仙，你讲的对 ，KFC 的鸡肉我们先不讲它好不好吃，它的鸡肉的确有小，所以我觉得哈 ，KFC 也应该要注意一下了，因为你也没有卖很便宜嘛，哈，但是你的鸡肉哦，真的 standard 你一定要做到，真的很小，有时候我看到，不过每次我买的时候还算大块的，所以我没有骂，啊，开个玩笑，不过我看过别人吃的的确小。
真的啊、哦。你喜欢早上哇？皮炎，你喜欢你的早上是什么呢？油条、果皮丝、果皮垮光华日报啊，甘霞露哈、哦，谢谢你。虽然报纸现在的人很少人看了、哦，不过我告诉你，报纸呢还是有人看的。为什么呢？因为报纸不像电脑，像我们中年人甚至老年人哦，刷刷刷刷到不见气。报纸，你不要讲报纸没人看，还是有很多人看的，只是年龄层的不同哦。皮南，谢谢你哈、哦，你的早上是油炸贵国 BC 光华日报哈，谢谢你的支持哈，谢谢。KFC 中到这样惨，还期待什么？Sandra， KFC 我每次吃哦都是大块的，不过有人我看到人家吃到小块的哦。志明笑啊、哦，烟炼沙爹鸡好吃什么来着？沙爹鸡在那里？迷魂党进来冰城怕不怕？不敢出门哦。Annie， 迷魂党在哪里？告诉我，我们分享一下哦。Laser Dawn 下午好 ，Anna 下午好，是的，下大雨哪里？哗啦啦啦啦啦啦，下雨了。看见吗？大家嘛都在跑，叭叭叭叭叭叭叭，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柔佛很难买到光华日报是，柔佛真的是难买，中南买一下比较难买哈。那么呢，你难买的话呢，我建议你，你也可以上网订购我们的网报，哎，我们的网络报好吗？你可以上网订，而且每一个月每一年都很便宜哈、哦。给记者小块不怕中枪啊 ，Peter， 我去买的时候我会不会讲记者？你明白吗？你去买，难道你去买炸鸡，你敢讲对不起？我是律师，我是卖布的，我是小贩卖，那里有，我是很幸运，久久吃一次，我吃到很大块的嘞。我喜欢吃什么呢嘛？带，不是带皮的带吗？就是带，就是所谓的鸡尾肉 original。我每次叫他给我带，带的意思就是那个鸡尾肉，不是带啊，带啊，鸡尾肉我喜欢 original， 特别好吃啊、哦。是的，在你雨中寂静啊，国连令每天都下雨哈、哦。是的，不下雨我们不行，下雨呢也晕哈、哦。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 Dasa Chicken 哦，一开始不了，你看就这么轰动了，因为厉害打广告哈、哦。所以呢，我们讲呢都是炸鸡惹的祸哈、哦。来，我们看第二次新闻，都是炸鸡惹的祸哈。我承认都是炸鸡惹的祸，那样的炸鸡太美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是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之柔，都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悲哀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爱是一种诱惑。是的，我跟你讲，都是你的错，都是月亮惹的祸，都是炸鸡惹的祸、哦、没有办法啦，是吗？月亮在上面有没有办法？你又不能把它霸下来，对不对？然后呢，炸鸡你就看着吧，太贵的不要吃啦、啊、你想吃你就吃啦，有些人觉得不贵的吃啦，没有关系，买卖市场啦、哦、所以不要去骂。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池塘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之柔。是的，月亮惹的祸，炸鸡惹的祸，好，所以呢，月亮惹的祸，炸鸡惹的祸，我们 Type C 躺着也中枪哦，没有关系，我们度量大，我们心胸阔啊，所以呢，我们原谅啊，我们不要去理那些人哦。好，我们马上来看第二则新闻。是的，是的，是的，大家都好哈 ，Slipper 下午好，不。挖布格下午好 ，Jason 下午好，阿丽 ，Kenny 下午好。手前又来了什么人美声甜，人肥声粗，
不是人美声甜，人肥声粗。阿嘉，我们当然要吃 KFC， 因为听说 EPF 有股EPF 有股份哦，不然你们的利息就少了哈、哦。OK OK， 其实哈、哦，即使这个 EPF 没有 KFC 的股份呐、啊，炸鸡连锁里面我还是选择吃 KFC。老实讲，我不懂你们呐、啊，炸鸡我吃 KFC， burger 我吃麦当劳啊，我都是选择的。那有时候更丰富的呢，我最近也会吃 Burger King 啊，也 OK 的。然后呢 ，Mary Brown 呢，我是吃什么呢？吃他的那个，他的那个 sausage， 还有那个什么啊？他的那个饮料叫什么啊？那个饮料放 ice cream 的，我忘记，突然之间很久没有吃了。那个叫什么？不是沙西来的，那个叫什么？Mary Brown 的那个什么，那个饮料放 ice cream 的，也蛮好吃的，我忘记去了。突然之间哈、哦，来点音乐，哇，来了来了，音乐这个人来了哈、哦。Stephen Chu， Good evening， 哥哥，下午好。炸鸡片歌不错，好好听哦，谢谢颜恋哈、哦。帮给妹修魂，大家都好。是的，修改变月亮者的话很好听，谢谢你 Jenny 哈、哦。Angie， 我不会唱歌，我是轻轻松松罢了。啊，喂 ，KFC 有25%的股份啊，哇！所以呢，我们要支持我们的 EPF， 也要吃 KFC 哈、哦。阿丹，下午好 ，Richard Bang， 下午好。小银炸鸡，我比较喜欢 Texas 啊 ，Texas 也不错，可是我喜欢 Original 的 Kentucky， 我不喜欢那个皮啊，有很多那个粉的，因为可能有些年轻人，我们老年人的啦，喜欢吃 Original 哈、哦。Texas 也不错，老实讲，哈 ，Rubia 是阿林，你是跟我们一样的中年人哈、哦、，Rubia 是 AMW Rubia， 对对对，好，我喜欢吃哦，收钱，肥肥的美，粗粗的甜，哈哈还好你没有讲粗粗的短，小云 Rubia， 对，谢谢你们，对 Rubia SK Sandra Rubia。你们一讲出来就暴露你们的年龄了，为什么呢？会讲 root beer 的人至少35岁以上，年轻人不太会喝 root beer 的哈、哦。我蛮喜欢的 root beer， 因为以前我们喝沙西嘛，对不对？啊 ，McDonald 的炸鸡好吃啊，手前我没有什么吃哈、哦。国金下雨了，是整容啊 ，root beer Jenny， 谢谢你师妹啊，要用 B， 谢谢你哈、哦。好，我们看第二则新闻，也是很高潮的哈、哦，这个韩国的和尚，为什么我们又6699呢？其实他不是和尚哈、哦，在 KL 的夜店哈、哦、做 DJ 打碟哈、哦，他其实他的打扮他是光头的，他穿了僧侣的衣服，然后他唱歌的时候有时候有那种念佛啊，有那种佛教的那种姿态啊。不过呢，据说他不是和尚。他只是装扮成和尚，在吉隆坡的某间夜店玩打碟，这样在玩哈、哦，我不会。所以呢，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和尚他的形象就是宗教哈、哦，我们一般上宗教是神圣的，我们不管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神圣的，都是叫人家向上的，都是好的哈、哦。所以呢，这个出家人呢，他打扮成出家的情况，他去夜店啊，夜店你们知道吗？哇，摇啊，喝酒啊，很开心啦、啊，夜店哦。所以呢，因为出现这个呢，所以呢，今天马佛清也发文告讲了哈、哦，这个可能是抵触了哈、哦、我们的敏感哦，我们的敏感为什么呢？佛教的敏感，因为呢，佛教团体觉得你已经诋毁了，也已经到了。超过了佛教的底线啊、哦！超过了佛教的底线，当然也有很多人讲，他又不是真和尚，为什么不可以啊？马来西亚什么鬼都可以的国家，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是我们要尊重宗教，哎，对不对？不管你怎么疯怎么癫，你要什么呢？宗教这些人权我们都不可以侵犯的啊、哦！这是一种尊重。尊重别人也尊重你自己哈、哦，所以呢，今天马佛清就发文告讲说，这种是不行的，我们的国家应该哈、哦，有关当局应该要出来制止哈、哦。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 G
假扮和尚的韩国人呢，还没有被入宫，也没有什么啦，也没有被捉，因为可能他觉得我只是假扮不了吗？哦，我假扮不了吗？我并没有去做一些很不对的事情吗？侮辱佛教的事情吗？可是，在以佛教徒来看，这是不行的，因为你把它打扮成我们整个佛教的样子，好吗？所以呢，我来看看到底你们怎么讲哦，你们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哦？代弟是 AMW， 是的，你喜欢 Iron Mask， 是阿力，我也喜欢 Iron Mask， 它的辣椒好吃咯。Iron Mask 很少分行，是，哎，你讲起来我喜欢那个，好久没有吃 Iron Mask 了哈、哦，我要去吃了。Gaming 赞笑宝 ，BG Lim。Sandra 手前喜欢MacD 的冷气，其实 KFC 也有冷气吗？那里都有冷气吗？哈、哦，所以呢，你们觉得哈、哦，这种这样的，他假扮，他不是假和尚，我们不能讲，他扮成和尚去夜店玩捆音啊、魔音啦、啊、打碟啦，你能够接受吗？好、哦，马来西亚人来线上的朋友，你告诉我，其实哈。哦可能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你做什么人家都不理你的，只要你不伤害到人。但是呢，因为这个有涉及到，因为他用佛教就是佛教师父、佛教僧侣、佛教和尚的那个形象哦，所以呢，佛教团体就觉得哎不行了，你已经踏到我们的底线了哦。那国家呢，有关当局也应该注意哦。但是你认为呢？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认为呢？那么光头不可以打歌，手钱可以啦。其实光头当然可以打歌，你看二手玫瑰啊还是什么？他的意思说，他因为他打扮成整个和尚的样子，穿和尚的服。生理的衣服，然后呢他有些动作啊，可能我不懂我不会啦，我没有去过，可能这样啊，有他在打碟的时候啊，现场跟他一起玩啊，跟他唱的时候有那种佛教的那种啊，这样啊，或者这样的那种手势啦、啊、我不懂啊，我没有去看过啦、哦、所以呢佛教的女佛马佛经今天讲了，师父也出来讲了，你光头当然可以啦，但是你穿成我们佛教徒的衣服，一看你就是僧侣的衣服，你不能，对不对？我们最近有看到日本有一个和尚，他唱歌唱得很好听的，不过他是唱抒情歌曲，出来弹吉他什么的，那种可能就他是在夜店呐、啊，啊夜店呐、啊，夜太黑呀、啊，啊你是僧侣，人家真正的和尚啊，十点做完晚课之后就要上船睡觉了，明天早上要做早课，你还在那边夜店呢、啊？不行咯，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自由的国家，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哦 ，Ivan Lim 下午好，另类的红发啊、哦，小云是也有人觉得说，另类的红发，我就把这个入世的红发带到出世去，就是说我让更多人能够接受，通过音乐啦，通过什么来接受这个佛法。可是呢，在佛教里面来讲说不能，你弘法你可以正经啊，或者是你可以唱些佛歌哦，或者唱不懂啊，假如说你是基督徒你就唱基督歌了哈、哦、就是唱些类似你们的歌哦，你不能去那种夜店啪哇打碟啊，唱什么很嗨的歌哦，他不行咯，他是觉得啦，你可以唱什么歌呢？你可以唱四月十五月亮阴有缘呀，佛陀降生在印度，难你闭眼，这种佛歌，但是你不能唱成那种哇很好的 不能，最多你唱点抒情歌还可以啦、哦、你是我的缘，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群，你是我的缘，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可能这种比较激励的歌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去夜店打碟啊，那种很嗨喝酒啊摇头啊，不行咯，对不对、哦、
毕竟我们哎，国有国家啦哈，不一样的啦哈。Catherine 姐，下午好，我的 flower， Sandra 你 OK， 他是光头，没有把佛教沾污哈，也 OK 啦，你有你的看法也对哈。詹华，下午好，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哇，你是 DJ， 我会爱你吗？怎么意思？不懂哎。我跟你讲 ，DJ 人家是听音乐不了，人家眼睛没有看你的啦，怎么会爱你？他看不到你，他只是音乐不了，哇，很 hot 的那种哈、哦、啊。歌也有得唱，如果我 DJ 你会爱我吗？是这样的咩？你的啊 ，Jenny， 你的智儿也是电音 DJ 哈、哦，但没有这样做，他是在 KL 俱乐部，是，所以呢，他的问题做 DJ 在夜店打歌混音都没有错，问题是他这身打扮。第一，光头没有错，现在很多人都光头了，我都差不多要光头了。第二，他穿僧侣的衣服，然后他手势都是佛法的，可能他跳舞这样还可以了、哦、可能他这样或者这样或者这样，我不懂啊、哦、他有很多带进很多佛教的那个动作啦，所以呢佛教团你是不能接受的、哦、他有穿和尚的衣服，是啊，文艺你说对，他有穿和尚的衣服、哦，大悲咒为你后哈、啊，大悲咒呢，你可以把它唱成比较轻快，但是你也不能去夜店打碟唱大悲咒嘛，乖嘞，哈、哦，有点乖哈、哦。没相笑好，哈、哦，波顺昂笑好，秀珠佛哥变成你是我的眼呐、啊，是啦，不是，我是说唱的比较斯文的歌可能可以啦。你是我的眼，就是师父是我们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缘，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因为你是师父吗？师父你替我讲道，你是我的眼睛，你帮我带我看到四季的变换，因为你懂得佛学，你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情，你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可以啊，我觉得佛哥可以这样啊，但是他很多人都不能接受他去夜店打歌咯，对不对？这是禅服，对，首先禅服也好，僧侣的衣服也好，他们不能接受就是这个问题啊。你惊讶他可以引导年轻人唱单杯做 rock baby， 哇，太吓人了嘞、哦、是的，所以呢，当然这只是一个新闻啊，我们拿来聊。当然有人能够接受，有人也不能接受了，自由的国度，自由的市场哈、哦。当就是这样啦、啊，当你不能接受的时候，你就不要接受喽；当你能接受的时候，你就接受喽。所以看你怎么样啦、啊，自由的市场，但是我们不能去破坏人家或者去制造事端啊，对不对？所以呢，每个人济公下凡哦，维尼哦，谁是济公下凡哦？所以呢，不管你能不能，好、哦，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哦。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接受访问啦、啊、哦。假如他来槟城的话，我一定会访问他哦，我一定会访问他。他叫日进和，他们叫日进和尚哦。不过他真正不是和尚，他们说，但是我不懂哦。假如他来槟城。放心，我抓他来访问啊、哦！开玩笑的哈、哦，请他来访问呐、啊。好，我们看第三则新闻。是的，线上的朋友，来来来，不要弱下来，来，他打歌，我们就来给我 like 一下，给我赞一下，给我 like 一下啊，给我支持一下。来，快点加油！哦，来，我们看这个新闻很好笑哎，你看哦。我们最近有个报告指出了哈、哦，我们国家超过38%的人啊，能够接受贿赂合法化，就是说啊，能够接受贪污合法化，但是他们的理由是很可爱的，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超过38%的人觉得贪污是 OK 的，合法化的是没有错的，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哈、哦，这个是给他们的奖励，我觉得这些人呢。看法也是很奇怪哦，你说你不要这么多的事情啦，有时候用钱来解决掉，我觉得还 OK 啦。但是你说这个给他们赐钱，给他们的钱是作为奖励他们，
那我觉得这个也太可爱了吧，哦，所以你怎么看法？你能不能接受贿赂？就是说呢，当啊警察抓你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不用开单了，我给你50块了，我给你100块了，可是你心甘情愿给的，你觉得没有错 ，OK， 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贪污吗？就是不是不管你贪人家的污还是人家贪你的污了哈，你能接受吗？来告诉我，能够的话告诉我，爱自由于你哈。啊，哭笑啊，大马很特别哈，大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非常可爱的，所以我说呢，大马你看到很多人都叫哈，那些所谓的特别特别的网红能够红。你真正哦坐在这里报新闻呢、啊，你红不了，你的人数都没有几百个哦，可是人家能红哦，当然同人不同命啊，这个没有关系啦哈、哦。马来西亚不累哈、哦、，Anders， 所以你能接受吗？这个最新的一个报告哦，他们去做调查的，他们觉得超过38%的马来西亚人是能够接受贿赂，还有能够接受贪污的，他们觉得是合法的，他们觉得是合法的。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钱他给出去哦，是给对方的一个奖励。我觉得很怪哦，奖励。你说哦，你给了这个钱出去，你快点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哎呀呀，我不要太多，多多事了，给你钱就算了。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一下哦。你觉得做你给人家贪污是给人家奖励？我觉得也太可爱了吧，这个调查也太可爱了，是不是？不止可爱，很特殊哦。最好变成特殊儿童就哈哈，别变成特殊儿童就好。是啊，所以你觉得奇怪吗？所以真的很奇怪嘞，哈、哦！你说你给人家贪污或者给人家，说的难听，赤钱呐、啊，是为了赶快解决这个事情，蒙恩台啦，给一点钱解决。那你有给他钱是为了奖励他？我的妈呀，对不对？马来西亚很奇妙，笑话特别多哈、哦。是的 ，Dana， 艾乐琳很红嘞，是。你看他这么红，他讲话哈、啊、眼睛都不看镜头哈、啊、讲话一句话讲这么多次，人家红到这么红啊，请他去直播200、400、几千的，你看我看100块都没有人请我去哦 ,Gaxi man, 开玩笑啦齁、哦、啊，红不红每个人的造化啦齁、哦。马来西亚这个神奇的国家，什么不累哦 ，Jenny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贪污的这个报告啊，也是很特别的哈、哦。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新闻，马来西亚太可爱了哈、哦。来，帮我点赞，帮我分享一下来，为什么静下来？来，我自己也点一点，你们有时候热一热，尝一下啦，帮我点赞，帮我分享一下，让我的哎直播间啊很热闹。好像在夜店这样啊啊，我放音乐，那你们就啊跳舞啊，给 like 啊什么这样哦。主播今天好棒，讲得很棒，要了一个小时了，是，所以呢大家要给我 like 一下啊，你们就当我这个大胖哦在夜店里面打碟啊玩音乐哦，那你们就给我 like 啊，来来来快点 like 一下 like 一下，大家都静静的哦，不要这么安静啦，给我一点 like 啊、哦、自从和你相识以来，好像你在我的眼前永远不分离，轻轻的高山，茫茫的大海，爱你像大海的那样深。当你要、啊、离别的那一天，少了你在我的身边，远远的故乡，高高的月亮，请你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新月光，走了熬一步，眼泪掉下来，再会把我的心上人。来快点给我点赞一下，哎，点赞点赞，毛病，谢谢你哦。啊，网红呱呱叫都那么红，贪污算得了什么 Sandra 是咯，你看哦，我讲到半死了，你看才差不多400-500人罢了，人家几千人哦，你看同人不同命啊、哦、不过我还是喜欢我这个样子哦。眼泪谢谢你的 love share 了，谢谢你们 Anna 来 Ellie 谢谢你， Winnie 谢谢你， Jenny 哦，是的 Bing Bing 是的，
自从和你相识以来，好像你在我的眼前永远永远不分离。青青的高山，茫茫的大海，爱你像大海的那样深。当你要离别的那一天，少了你在我的身边，遥远的故乡，高高的月亮，请你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新月光。走了一步，眼泪掉下来，再会把我的心上人。是的，还没有再会，最后一则新闻之后才再会哈，大家还不需要拜拜。谢谢大家的鼓掌掌声，还有 Love of Bente， 谢谢你。原来你再会把心上人，你有信心吗？中信有，你可以给我信心的哈。中信你可以给我信心的，里面有信心的哈。啊，安笑啊，哎呦，我的好朋友呢 ，Win 啊，哎，这个 Win 啊，真的80年代的超级模特儿名模，嘿，他们是很早期，算是第一代的槟城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亚洲的名模哈 ，Win 啊。宝华，宝华你好，而且他也是篮球国手嘞，好、哦，大家好好听，哎，谢谢你哦，来 ，BG Lim Win， 谢谢。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新闻，讲了马来西亚的新闻，我们讲泰国哈、哦。最近你们要是有去泰国的话，注意了哈、哦，泰国的冠病感染住院人数现在又在上了哈、哦。最近呢，虽然我们知道哈、哦，这个疫情过后，这个冠病啊。这个你打完针之后呢，这个冠病还在的，新加坡也有，马来西亚也有，但是一般上都不严重。你觉得你感染了，你就吃药休息在家里就好了哦。现在呢，这个变种的又再来了，他们在泰国，问题是不是很多人感染，还是很多人住院，甚至有死亡哦。所以呢，你要是有去泰国玩的话呢，人多多的地方呢，那你可以带上你的，不是带上你的护照当然要，是带上，也不是眼罩，也不是乳罩，是口罩，明白吗？是口罩。所以呢，人多的地方呢，你还是要带上去啊、哦。你单笑好，是的。维娜笑到这样啊、哦，我讲的有错吗？真的，他是第一代的哈、哦。青青笑好，甲东下雨很塞车哈、哦。那么甲东的朋友。你们那边的朋友驾车小心了哈，所以呢，你要是有去泰国的朋友呢，记得哈，我说了，不是眼罩啊，也不是奶罩，你要不要穿你自己喜欢的哈，然后你记得口罩，人多的地方，比如说你去曼谷玩的话啊，最好戴上口罩。但是呢，假如说不是很多人的地方 ，OK 啦哈，现在的人对这个。冠病啊，老实讲也习惯了啦哈，习惯了，习以为常了哈。不过没有关系，这个只是一个提醒。当你有去泰国或者到哪里还是有冠病的地方严重的话呢，大家注意了哈，因为命是你的，命也只有一条，命也不能有得度的哈，所以大家要关心自己，好吗？Michelle 说谢谢你的 love。啊、安，谢谢你的 love 哈、哦，所以呢，大家注意了哈，这个是一个提醒的新闻啊。虽然这个新闻你觉得，哎呀，泰国都没有关系到我这么远，泰国就在我们的隔壁罢了啊，不是在我们的眼前哈、哦，就在我们的隔壁哈、哦。所以呢，不要不在乎哈、哦，不要不在乎，注意一下哈、哦、啊，就好像这个歌唱的，我不在乎你冷冷的眼。像是窗外飘来的雪，我不在乎你漂泊的心情，像是没有爱的世界，从来都没有在你眼前掉过一滴眼泪，在你心里我永远坚强，没有泪水。知道这首歌什么歌吗？你要是知道的话，我告诉你，你至少也40岁以上了 ，OK？ 你还是假装不知道吧，哈、哦。你知道这首歌的话，你也差不多40岁以上了，哈、哦。是不是走过以后，
才知道美丽是什么，那只是一场懵懂无知的梦。是不是爱过以后才知道痛苦是什么，让自己走出花灭的伤口。是不是了解以后才发现内心的伤口，破碎的心不带有一丝温柔。是不是相见以后才发觉世界很难留，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接受。听过吗这首歌？当月已来临，一火渐渐燃起，激起我心中的涟漪。当黎明已尽，太阳暖暖升起，离别的心有学习不愿意。听过吗这首歌？潘美辰的歌，潘美辰的歌，你要是听过的，你肯定45岁以上了哈。是的，谢谢阿舅，讲到口干了哈。是的，马上要下播了哈，谢谢大家的 love， 这首歌好听 Anna， 谢谢你丹恒明，谢谢你哦。每次进来喜欢听我唱歌哈，谢谢你们不嫌弃哈。手前又来了出唱片，鬼买呀出唱片，肥美肥美，哈哈，出甜出甜哦，是的，阿哥谢谢你哈，好听可以去比赛，我不去比赛，只唱给你们 on air 234的朋友听哈，所以呢，你不要不在乎啊，你去泰国的时候不要不在乎啊，注意一下了哈，你去泰国玩当然可以，记得人多的地方带一个口罩上来哈。人少那就没有关系哈。好，最后一则新闻了，当然明天星期四 on air 234有开播的，你们一定要进来哦。慧丽刚刚进来，我要下播了哈。是的，所以呢慧丽要进来了，我马上要下播了哈。所以呢这首歌，哎，当月已来临，一火渐渐燃起，激起我心中的涟漪。当黎明已尽，太阳暖暖升起，离别的心有些许不愿意。我要走了，好，能不能让我再次开口，能不能让我对你说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不能，下播了哈，请你不要走。是的，谢谢你们。是的，哎呦，很开心哦。潘美辰的歌 Jenny 我不在乎哦。啊，是的，谢谢大家。好的，马上下播了， Irene 谢谢你们。是的，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为止哈。不管你要不要走，人生总是要往前走哈。所以呢，我这个直播不管你们多么喜欢，我多么会讲，还是要下播的哈。不用紧，明天你记得来。好的，那么在下播前呢，还是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还有快乐。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下午5:30，明天记得来，我要唱蔡琴的歌给你们听，好吗？蔡琴最近在7月的时候会在马来西亚有演唱会哈，所以明天我会唱蔡琴的歌给你们听。潘美辰之夜哈 ，Richard 不是啦哈，谢谢燕燕。好，那么明天同样的时间下午5:30，我们再见哈，拜拜。